國泰匯豐查詢嘅時候承認美國飛行訓練學校報告嘅情況，完全支持校方禁令嘅決定，會同學校保持緊密聯繫，作出跟進調查。國泰強調，所有決定都以安全為最高原則。涉事受訓學員如果成功通過培訓考核，將會受雇於國泰，並且接受額外綜合訓練，先至會正式獲派飛行任務。